虽然我们装备越来越先进了，但人始终是装备的使用者。在极度复杂的海域和电磁环境下，往往人是最可靠的。这股不怕死的胆气血性不能丢。习主席指出，过去我们钢少气多，现在钢多了，气要更多，骨头要更硬。据敌情通报，敌指挥所在部分区东南方向30分钟，现命令力量小队各旗进入报旗。出发！这是我第一次率队在陌生地域、陌生机型条件下进行散将破袭行动。接下来的24小时，我们将不眠不休，直至完成任务。我们在进行大飞机高空跳伞时，速度更快，冲击力更强，空中的风力有时候达到9到10级。队员们在高空中很容易发生脚残。平时我们敢于突破生理和心理极限，以后我们才能面对更加复杂、更加危险的实战环境。全队向预定目标射动。我们的伞降集结点距敌指挥所大约30公里，需要在密林的掩护下走最隐蔽的路线，在天黑前到达预定的作战地域。在南国丛林，处处都是沼泽，荆棘密布。一个上午，我们小队只行进了10多公里。特别是到了中午，我最担心的就是队员引发热射病，这也是南国丛林最大的危险。但是，最恶劣的战场环境，往往也是最好的练兵场。我们不能休息，需要尽快把进度追回来。我们的装备打湿后能达到40多公斤，武装球度500米，相当于平时徒手游3000米的体能消耗。前方尖兵，加强警戒。不要往左边去，往右边。下面的注意落石，要小心。狙击手上去之后迅速隐蔽，找好警戒点。黄河，我小队已到达目标区域，请指示。远程打击力量，做好对敌打击准备，利剑随时准备出击。我们不再是孤胆作战，天上有卫星，海上有战舰，空中有战机，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。行动。过去24小时，我们小队不眠不休完成了远程机动、高空跳伞、密林渗透，现在战斗终于要打响了。突击组前出安装炸药，行动。突击二组报告，1号堡有红点，需要红点销毁，完毕。10秒后火力点清除。突击一组任务已完成。黄龙，后勤任务已完成，现准备撤离，完毕。直升机1分钟到达，预定撤离点，快速转移。
血性如刀，动作不快，无力无风。每一次训练都是对我们血性的磨砺淬炼，这样才能锻造无往而不胜的精兵利剑。立案小队迅即转战过海域，执行新的任务。撤离，上身出水。两号明白。撤一号，两号进。一号收到，两号请讲。两号，派人我找他。两号立即进行应急情况处置。两号明白。报告编制，上级通报，我已取得制海制空权。上级命我编队前出清除雷罩，通知编队快速展开清除雷罩，准备投送反水流蛙人。同志们，此次任务需要我们在陌生海域复杂海况下两个小时内排除战雷，爆炸蛙人任务。我们是海军反水雷蛙人，我们的战场在登陆前的最后一公里，我们的使命就是携带灭雷弹去水下炸毁歼二水雷，为大部队开辟安全航道。在登陆站的浅海有许多水雷，需要我们蛙人潜入海底进行排雷。这次我们识别的水雷当中有数枚新型沉底雷，可以对数万吨的登陆舰进行毁伤。我们一步步的靠近水雷，也是在一步步的靠近危险。有时候装备的磁场，包括人潜入的水压、声音，都会触发水雷爆炸。来到反水雷蛙人部队的时候，要求我们的身体素质达到飞行员的标准。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。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。为了暂时大部队能够平安登陆，我们蛙人必须冲在最前面。开始列出。两号明白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死战场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为了在任何海况下都能做到极致精准，我们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泡在水里，其中有许多都是超海况训练。每年年初，我们都要去只有六七摄氏度的低温海域训练排雷。有些人上岸后都已经失温了，打火机烤手都没感觉。我们还要去最浑浊、最黑暗的海域训练。好，下。一头扎下去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是也要精准地完成排雷步骤。遇到大风浪天气，水下流速特别快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推向几百米以外的地方。从灭雷炸弹的机械保险解除到灭雷炸弹爆炸，我们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。两号派人往上弹。两号立即进行应急情况处置。出水的时候我遇到了流弯绞缠，气瓶口也出现故障，憋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我就在想
不能在演习场上出事，死也要死在战场上。所以我就誓死憋住了那口气。战争爆发，如果在实战中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排雷，那我们就用自己的身躯为大部队趟出一条安全航道。习主席指出，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。在空战当中，胜就是生，败就是死，生死只在瞬息之间。左集团，左集团，员外，交叉，交叉。没有将领的军，立即将军三条领的立即离开，立即离开。啊，敌机脱离了，敌机脱离了，代号零的，保持警戒。广海大队是空军首支整建制列装歼二零的作战部队，我们在当时是第一批选拔过来的，团队当中有十几个金头盔和金飞镖，这些都是空军至高无上的荣誉，他们得了第一也从来不会开庆功会。我们在刚才飞行过程当中，一个是这个队形，可能班长还答完你刚才说的是我们在左边，第一你肯定要在你这支援通道里，第二要达到第一时间把这个效果给它发挥出来。歼二零好飞，但是飞好难。身体抗荷能力必须达到9G/10秒以上，相当于9个同等重量的人压在你的身上。在那种大过载飞行下，我1秒钟之内接收的信息可能有10几条、20几条，还要把这信息计算以后再生成我的行动指令。判断错误，行动迟缓1秒，将有可能带来生与死的区别。当时我们先后4次与外机近距离缠斗，我作为带着战机指挥兵队直接迎头对向外机，10公里、5公里、1公里的时候，马上就要面临相撞的时候，当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外机做出了一个急转规避的动作，跑了。我们拼到最后，拼的是什么？拼的就是一口气。我们既然选择这个职业，就不会去考虑生死的问题。就像王海老英雄说的那样，打仗不要怕死，要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。祖国既然把最先进的武器交到我们手中，我们就要对得起祖国的这份信任。我们要敢于啃最硬的骨头，打最硬的仗。每次起飞出海出了情况的时候，尤其是晚上看到背后的灯光，那是家的方向，我
这个时候在空中就是祖国领空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我在，防线就在。习主席叮嘱我们，有了先进的飞机、防空武器，更要有压倒敌人、不惧一切强敌的英勇气概，这才是我们强军的魂。我们渴望和平，但也不害怕战争。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迅疾升空，直面强敌。如果在实战过程当中，我打完了所有的实弹，那么我的战机将是冲向敌人最后一发导弹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正在进行例行训练，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。这里是厦门舰，你所谓的24海里线不存在，请注意你的用语。我舰再次正常航行，请与我保持3海里以上安全距离。我是中国空军，注意，你已进入中国军机活动空域，危及飞行安全。表明你的国籍、身份和飞行目的。This is PLA Air Force speaking. You are about to enter the Chinese airspace. Yield immediately. Yield immediately. 战争不仅是物质较量，更是精神的比拼。没有顽强的意志，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，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。一代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，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。Yeah.